各位雅虎购车志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Luckjun 纳智捷汽车的总经理胡开昌。现在我们这个地方呢，就是裕隆汽车集团在新店总公司楼下的一个我们叫圆顶剧场。那么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为所有的媒体朋友们正式介绍了我们全新的 Luckjun 7 SUV。那我想首先要为各位介绍一下 Luckjun 7 SUV 哈，它的这个外观，各位可以看得出来哈，它是非常的豪华，非常的霸气。那事实上这个车子呢，它的这个车长有4.8米，那也许各位都了解啊，4.8米的车长可以说相当于一般进口车最高端、最豪华的 L SUV 的尺寸，比如说类似这个 Porsche 的凯宴。还有就是这个 Lexus RX 或者 Infiniti FX， 它们的尺寸大概都在4.8米左右，所以 Luckjun 7 SUV 它的尺码来说是跟这些车子相当的。那么整个这个车子设计可以说是圆润，但是有带有张力，那么非常的漂亮。这个前灯来讲，我们是用这个 HID， 而且是 AFS 的一个头灯，所以换句话说，它有自动转向，而且是一个在夜间照明是有它独特的一个功能的。那除此以外，铝圈18寸的一个铝圈，那么非常漂亮的一个跑车铝圈，车头也好，车尾也好，他们设计的话，大概都秉持一个 Luckjun， 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DNA， 也就是各位晓得，从我们的Luckjun 7 MPV 上市以后，我们相当强调了，也就是它的水箱护罩是用比较大的开口，然后呢，有一个我们 Luckjun 7 的一个独特的一个标志，就是飞翼型的一个 logo。那么这个是整个我们在设计方面所有的不同的一些地方。Luckjun 7 SUV 它的内装设计，那基本上来说，那么我们希望带给这部车子非常不同的一个元素，就是它充满了活力，但是呢，仍然能够拥有它尊贵高雅的一个内装。那当然，这部车子搭载了非常多的前瞻式样。所以如果从整个仪表的一个设计来看，它跟我们 MPV 来讲非常的相似，也就是有 ThinkPlus 这一个车用的电脑。除此以外，我们几个非常重要的前瞻式样在这个车上也都具备。那整个的这个仪表还有座椅的设计是比较偏向于这个跑车的风格。那么内装的设计，它特别是我要谈的就是它的这个座椅，那么它是5+2的一个座椅的设计，换句话说，第三排的座椅是一个选配。那在整个这个座椅的话，比如说以这个驾驶座椅而言的话，它本身具备了这个通风加热还有按摩的功能，同时在这个记忆的功能。那我想在这个内装来讲，它是一个给人家非常豪华的一个感觉。比如说我们今天一般讲在 SUV 来说，大概很少有后座还有这个化妆镜，可是在这个车上的话，它有双化妆镜的一个功能。后尾门是属于电动的尾门，而且是遥控的功能，那么在使用上来讲是非常的方便。我想在安全来讲，我们是非常的重视。那么当然基本上来说，这部车它整个的钣金的一个结构就是采用 High Tensor Steel， 那特别在整个底盘的设计也是有这一个重量衡量它们非常一个紧密的一个结合，让它的这个车身结构是非常的一个扎实。那特别不同就是我们这部车呢，它具有这一个6G的气囊，换句话说，在整个业界来讲，它是一个最高的一个安全的一个规范。那我们一般所熟知的 ABS、EBD、BAS 这个 ESC， 那么这些在这部车上的话都是一个标准的配备。那么它的一个排档是采用这个爱信的55手自排，那当然我们也同时有四驱的一个装置。那我想今天在现场为媒体朋友们这个正式介绍了我们这个 Luckjun 7 SUV。事实上这款车呢，现在全国的21个汽车生活馆呢都可以看到这部车。
这款车呢，我们一共有五个这个车型。那从入门的车款，就是它的售价是83万8，那么一直到二驱的最顶级的车子，它的售价是107万8千。那另外有个四驱的车子，它的售价是114万8千块钱。